台湾的文化名消息，这朱宗庆当家乐团第三年前用这京剧《花木兰》来做主题，来用当家乐来做广告词，今晚我拿来表现了新的艺术形式。帕吉加吉下京剧，成立28年的朱宗庆帕吉加团的跨界合作，不断的挑战自我，也为帕吉加找到合作可能性。这届重新拍摄3年前甲国光剧团合作的京剧《花木兰》，和帕吉加的演奏家甲京剧演员透过这场的身体对话。两个形式都必须自己要做一个本位归零，才能找到一个表演的中间值。京腔跟吉乐的搭配不是只有伴奏跟唱者的关系，它的那种忽轻忽重，有的时候低音鼓打进来，你就给就感觉那个角色人物主人翁的那个心情的扑通一跳，就来得特别的生动。在这个吉乐剧场里面呢，他们的节奏是很强的，我必须要数拍子。在我们的京剧的舞台上呢，声音一拉出来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开口唱。京剧中原本就有的锣鼓点18分，13点是拍几个团员的表现，如何变化多端，嘛气势如何？导演特别安排花木兰甲会同马戏的马夫对话，才演大家最熟悉演员。伊那阵跳踢踏舞的表演方式，更是另外一种的舞台魅力。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拍几个，嘛表现出。我们做最多的是京剧跟那个喜事锣鼓，当然南北管也是我们将来非常喜欢。那这些东西就不只是他生而已，包括他以前的花园的时候，他有什么样的内涵的东西，可以让我们在音乐上舞台上给展现出来。木兰会伫台北、高雄、台中演出，10月份会到中国北京、上海等都市来巡演。明年卖去欧美，希望更好介意拍起个个面，完全无同款的全新感受。记者陈淑芬、陈立峰台北报道。